国现在不断的演习来威吓台湾，而为了要去压制中国，你看到美国现在把很多强大的武器全部送到了西太平洋，现在有两艘航空母舰，一个是雷根号，一个是本来隶属于第三舰队的林肯号，未来可能也常驻在西太平洋，有两个航空母舰来压阵，更不用讲你现在很多的里波里号、这些美利坚号的两栖登陆舰也在这个地方压阵。但中国再怎么也没有想到，美国最神秘、最恐怖的灭国神器核子潜舰，现在也做了一个决定。现在整个美国有68艘的核子潜舰，68艘核子潜舰里面，现在要把41艘交到太平洋舰队。太平洋舰队有两个，一个第七舰队，一个第三舰队，随便一分，第七舰队都可以分到20艘的核子动力潜舰。而这个核子动力潜舰，只要任何一艘都是灭国神器，都是任何国家无法承受。结果现在在西太平洋，如果真的有20艘以上的核子动力潜舰在这里巡弋，在这里部署的话，那对这个区域安全，对中国来讲又会造成多可怕的压力呢？雷根号要来了，对，而雷根号接下来最重要的重头大戏，对，它会不会经过台湾海峡？他如果经过台湾海峡的话，那对中国来讲，那是一个极大的羞辱、极大的压力。就搞了半天，哎，他的航空母舰已经很恐怖了。对，航空母舰有林肯号，现在有雷根号，结果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资料，68艘的核子动力潜舰，现在41艘归太平洋舰队，而现在这样子被对半分。第七舰队都可以分到20艘。好，宝姐，未来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这个船舰会像下水饺一般，它还要下水饺，海军会对美国形成非常大的压力。所以美国啊，现在有很多响应，已经准备好未来要对付中国。第一个，我们知道美国呢，在这边有第七舰队，在美国本土有第三舰队，这两个舰队未来可能都会迁移到这个地方，要压制中国大陆的海军。你说3+7整合？对，没错。好，除了这个之外，美国未来呢，又要打造什么？打造海下的潜艇的部队，用潜艇来猎杀你中国所有的船只。他现在结合什么？韩国现在在造潜舰，日本也在造，这个澳洲也造，美国现在本身也在造。那美国现在说什么？这个哥伦，这个所谓通用动力公司啊，它是建造美国这个船舰的这个潜舰的公司。他说，我们每年呢准备要交付给美国国防部1艘哥伦比亚的潜舰，还有2艘维吉尼亚级的这个潜舰。美国一年要下水3艘，3艘这前所未见的速度。而且美国未来准备不是把它拨到什么？拨到太平洋舰队。你看现在呢，它都现在最大最好的潜舰。那现在我们就以现在为说，现在有68艘核潜舰，有41艘归太平洋舰队，就是第七舰队跟第三舰队，然后占美国核潜舰的总数60%，那未来下的呢？我认为大概全部都会拨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也就是说，未来中国海军一出海的时候，可能就面临到什么第三舰队跟第七舰队在这个地方之外，另外一个海面这个海底下面还有庞大的这个多国的这个潜舰在那个地方等着你中国的部队。好，那你现在航空母舰来，人家也不怕。你现在有潜舰，是潜舰有这么可怕吗？宝姐，中国为美国为什么很担心这个中国？你看中国，这是中各国的这个潜舰的这个数量。哦，你可以看到，事实上在2020年的时候是这样数量，但是到了2030年的时候，你看中国大陆的潜舰的数量会来到76。那美国因为这几年会陆陆续续除以一些，所以它只有66，也就是从68变66。对，那也就是说到2030年的时候，光是在潜舰的数量里面来说，美国就已经落后到中国。那你跟我们讲10艘，对，那你更不用讲中国船上的这个船，海上的这个船舰下水饺的速度多快。所以呢，事实上美国现在就要求说，你赶快制造。他虽然我才讲1艘哥伦比亚级的，还有2艘维吉尼亚级的这个舰队，而且他现在人家就说，你真的有可能这么快吗？速度那么快？因为哥伦比亚级的是维吉尼亚级的2倍半。哎，他们就说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已经用模组化生产，所以速度可以更快。如果真的累积到足够的数量，搞不好美国会用更快的速度在建造。好，那我们就讲为什么这两个哥伦比亚有多可怕嘞？对，宝姐，那先讲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算是这个美国目前的灭国神器。你看它的体积，然后你看它目前有16个发射井，16个发射井来说的话，都可以发搭载所谓的相关的核子动力的这个所谓巡弋飞弹出去。对，好，那你看超过他们如果全部的话，可以搭载超过核打击的70%。哥伦比亚级的这个潜舰哦，好，那样潜舰来说，在海里面发射出这个弹道飞弹之后，你根本不知道它从哪里发射。那你想，好，我们就来讲，它一共有16个发射井，对不对？你看发射井多大吗？给大家看一下，发射井这么大，
你看这一个人，一个人，这是一个潜舰的发射井。发射井，你看人这样子，你看你就知道说这个潜舰到底规模有多大，那这个核动力它的动力到底有多强？对，之前哎，美国的俄亥俄级的这个潜舰哦，已经让中国非常害怕了。甚至当时美军有个声音讲，当俄亥俄的潜舰进到中国的时候，他说你不知道你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对，因为上面满载着这些核子武器。对，结果你现在维吉尼亚级跟哥伦比亚级，对，又比俄亥俄更新。对，特别是哥伦比亚级，哥伦比亚级来说的话，它在海里面来说，音这个所谓静音更加的这个，更加的能够让你完全无所。你已经够大海还静音，静音能力非常非常好。再加上说，你看它有灭国神器，它可以有16个发射井这样打出来，所以这个一定会对美国形成中国形成非常大的这个所谓的震撼力道。好了，我们就讲，至少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因为这俄亥俄州级的，这个所谓哥伦比亚级的，还有维吉尼亚级的，是陆续建造。目前主要你看就是俄亥俄州级的这个内华达舰，今年公开它第一次停在这个关岛。它里面呢搭载20枚的三叉戟飞弹，还有这个数十枚的核弹头。他就说：“我们呢可以在100多枚的这个核弹头停放在你家门，但是你就浑然不知或无可奈何。”俄亥俄州级就那么厉害，对，你更不用讲。下一个世代100多枚核弹头放在你家，你但浑然不知。对，那你更不用讲。还有下一个世代的哥伦比亚级，还有维吉尼亚级，这样子更加更新更浅，载弹量更大的这个潜舰。那样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关岛美国已经把这个包括说洛杉矶级的有5艘，包括说像韦斯特号啦、阿什维尔号啦、这个杰佛逊城号啦、这个斯普林菲尔德啦，还有安娜波利斯号。这5艘这个潜舰都已经把它布到关岛了，已经常驻有5艘，未来可能还会数量更加多。所以呢，事实上，这当然就是位于这个控制成中国的海军的这个前线。你要说，而且他们下去之后来无影去无踪，根本中国也无所这个知道说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会对这个中国的船舰形成相当大的这个压力。而且刚刚你觉得这些潜舰，我一潜下去就是90天，对，90天以后我才上来补给，所以你都完全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好，那事实上我们就讲，除了美国在这个地方这个加强投资之外，我们就澳洲也是一样。澳洲原本呢，它这个2030年的这个引进的这个时间点来说，它把它往原本2040，它把它往前提前了。好，所以提前，然后现在还可，他们还可能引进所维吉尼亚级的这个核潜舰，虽然现在数量更多，而且引进来说的话，维吉尼亚级就引进来。那另外一个，目前为止的日本当然啦、啊，他们这个苍龙号，这个还有大鲸级的这个潜舰都一直不断的在建。另外一个韩国也是一样，韩国的深海号的这个潜舰，它现在也在做。而且现在美国可能会把相关的这个垂直发射的这个能力呢，要把它交给他。所以呢，它未来也在海底上面有这种垂直发射的这个能力。哦、那如果真的潜舰垂直发射，所以事实上，那韩国在这边也增强实力，日本也是一样，澳洲也是一样，关岛一样，这不是就对中国的海军形成一个包围之势吗？让它真的要出，即使真的能够出第一岛链，要再往前移动，这个难度都相当相当的大。所以搞了半天，以美国为首的这些人，印太联盟，对。主要最可怕的是潜水艇，对，他们现在海面上的这个投资或许会减少，但是海面下的潜水艇的投资呢，绝对是会加足马力的，加速的这个速度的投资。而且美国他在封锁包围中国的时候，是有一个地方的角色越来越清楚了，那就是关岛。对，因为关岛本来讲说，你放一个核潜舰就够了，对，2艘，没有啊，现在5艘还会往上加，代表现在关岛已经变成了核潜舰最重要的一个母港。对，不但是母港，刚刚讲 F22、F35也要永久部署。部署完了以后，为了要确保关岛的安全，它居然有3套不同的防空系统。对，没错。我们先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关岛所在的位置。台湾在这边，中国在这边，日本在这边。就第一时间作战的时候，其实这附近可能都沦为火海。火海的过程里面，关岛就变得非常重要。前面已经打完了之后，它或许可以从后方支援。对，虽然说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所以说布下了非常多的军队在这边。我们刚才讲到5艘核潜艇动力，未来会有更多艘。那你更不用讲，美国现在把 F-35、F-22已经永久都要部署到关岛这个地方，还有 B-1B， 甚至我们就讲。事实上，美国现在不是有3支滨海作战团吗？可能就有1支要布在关岛，所以关岛就变成是美军的可能在前线作战之后，它后方最重要的驰援基地。问题是中国也知道，
他知道你在这个地方啊，所以那中国，所以他才有关岛特快车，东风21、东风26那些东方这个所谓关岛快递要打你嘛。好，那你要打你，所以你要能够阻止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反巨子反舰队打到你这个地方来嘛。所以他现在准备着啊，他们准备要把这个地方呢加强他的空防。我们知道，事实上去年的时候呢，美国曾经在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的铁穹系统，而且根据美国在这个内华达州做了这个演练之后，铁穹系统的确可以跟美国的作战系统整合在一起。好，所以他已经有铁穹系统又要再放在这个地方哦，而且他现在准备什么？把爱国者也放进来，把萨德也放进来，所以你看现在整个是有非常多重的防空系统，全部在这个地方，包括低空的啦、高空的啦，还有包括说可以阻止你饱和攻击的，全部都出来。对，也就是这些综合的这个防空能力来说，他们的说法是说，我们要关岛要面临的300，这是阿基里诺说的，他说关岛面临着360度的威胁，所以呢，我们的防御力非常重要，而且从哪里展开行动力的能力绝对至关重要。所以现在包括美国阿基里诺这些都认为说，绝对要加强对于关岛的防护。对，这个地方可能是未来前线这个作战之后后方的最大的这个基地。而且讲为什么把 F-22、F-35放到这个地方来，是因为它离中国近一点。对，好，那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现在整个关岛非常重要之外，我们就讲，事实上现在第三舰队呢可能会往这个美国这个方向往前推，所以现在美国的，你看第三舰队，他就说，第三舰队的这个司令这个博伊尔，他就说，我们有计划未来几年进行远征的这个指挥和控制，无论是从澳大利亚或者从菲律宾，凡是你能想到的地方，也就是过去他可能是他以前不是护卫美国西海岸吗？美国西海岸，可是问题是美国现在知道最大敌人不是在美国这周边，美国绝对要把这个国防的前沿推到这个印太这个地方或者前线，所以他第三舰队有可能会慢慢的往前移，所以你看，在西太平洋上，美军出现形成所谓双舰队部署的趋势，慢慢形成，所以第三舰队未来可能也它的至少它的这个来到西太平洋巡弋，或是说进行任务的这个动作会越来越多，所以它双航母变成常态了。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第三舰队来说的话，在2021年的时候，它在菲律宾海进行一个演训来说的话，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包括说雷根号还有卡尔文森号在这个地方，就这样。事实上，现在旁边来说，你看，包括说这个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还有日本的这个伊势号，当时一起演练，四艘航空母舰一起出现。那一起出现来说的话，这个当然代表了第三舰队跟这个美国，跟这个英国还有日本一起协同作战的能力。他还说了一件事，他说：“原本呢，我们这个伊势号没有要来，但是我前三天跟他说，你可不可以一起来？哦，我们来共同演，说来就来，说来，结果他就来了，马上就进去这个。”继续跟他们同框，然后拍了这个照片。拍了这个照片来说的话，你就知道说，三天之内叫你来就来的话，那如果真的要作战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一起来作战。对，所以他秀出这张照片就跟你说，我第三天的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来到前线，跟美国、跟英国、跟日本一起作战的时候，我有可能。所以呢，是现在美国整个这个作战前沿已经把它往前推，所以第三舰队跟第七舰队未来真的会担负起西太平洋重要的防御任务。好，对的，接下来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雷根号的一个行踪。本来中国在说，我们的飞弹一试射了以后，现在雷根号马上退开了数百公里远，就没有，他是去护卫裴洛西，现在慢慢回来了。好，他现在慢慢从日本回到了菲律宾海，他现在有可能回到了台海，回到了台海的关键就是他会走台湾海峡吗？那么中共啊，他们不是号称说我试射十几枚的飞弹，所以逼着你雷根号跑到300多公里外，然后准备回去日本了嘛？你都不敢靠近了嘛？他们这样讲了以后呢，雷根号立刻折返回来了以后呢，那么现在举世瞩目就是雷根号到底会不会经过台湾海峡？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件事，各位，会经过台湾海峡的美军会可能带给大家一个惊喜。哦，什么惊喜？是不是雷根号我不知道，但是会有一个战斗群会直接越过台湾海峡，那么直接整个这个战斗群啊，整个全部这样过来啊。战斗群不就是航空母舰战斗群吗？大家拭目以待哈。那么为什么呢？那除此之外呢？那么刚刚美军已经宣布在关岛，那么将常设、恢复、永久进驻 B1B 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呢，你就知道嘛，刚刚这个世聪讲的嘛，你现在变成什么？中共打完那个飞弹了以后呢，那么四天军演耀武扬威了以后，现在换美军亮剑了，不是台湾亮剑，你知道吗？美军事实上台湾非常的克制自治啊，为什么不想让这个整个局势升高？所以呢，现在台湾那么本来啊，我们不是有讲说，今天八月八号跟明天开始一个月将射程2000公里可以打到北京的熊山飞弹吗？今天跟明天取消，你知道吗？哦、那现在由美军负责上场亮剑啊，刚刚特别讲68艘的核子潜艇里面41艘在太平洋啊，什么意思啊？在你中共的家门口，你还不知道他在哪里呢？你以为只有你有这个核子潜艇，只有你有所谓的巨浪的相关的飞弹啊？美军的飞弹比你多得很呢、啊。我讲坦白了哦。那除此之外，事实上呢，台湾自我克制的部分，我们的国防部啊，应该是学这个乌克兰。为什么？乌克兰他在新战的这个宣传上面立下了多大的汗马功劳啊？你知道今天？如果台湾的国防部公布一张照片，可能国人的信心全部都回来了。你知不知道，就在台湾海峡的中线，这3-4天以来，每天都超过13艘的中共军舰，就是试图越过所谓台湾海峡的中线，往台湾的方向直接要冲进来。他要挑战你的24海里，他要挑战你的12海里，他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要直接从12海里挑战进来。可是你知不知道一件事？就在台湾海峡中间的时候呢，这13艘的那个相关的中国军舰，它的前面是13艘我们中华民国的海军军舰啊，最近只差500公尺，你知道吗？500公尺只差500公尺，500公尺可能会撞在一起啊，你知道吗？就是给我死守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一直很低调，不愿意公布，但到后来啊，因为有人忍不住了，还是把这件事给讲出来。国军不是小孬孬，你知道吗？我们的军舰啊，没有你这个动武武的11000多公吨啊那么厉害啦，数位正位阵列雷达啦，没有你的这个等于说那么多100多个这个垂直发射井啦，但是我们就赶在你的旁边。那么告诉各位一件，这个等于说中共之所以会被人家看破手脚的纸老虎，不是发射了16枚吗？在16枚里面有11枚的东风飞弹跟5枚的火箭弹。可是这16枚里面呢，那么中国的国防大学的教授说谎，你知道吗？根本就没有发射所谓的东风17飞弹、没有这回事。它的主力是东风15B 跟东风11的老旧飞弹。那么唯一射了一颗东风16的飞弹呢，大概射了700多公里啊。那你知道吗？中共现在要把东风11跟东风15相关系列，除了 C 系列之外的 B 系列，这些全部淘汰。大概要淘汰1000多枚啊，那他用要淘汰的相关的飞弹来试射完成这一次的恫吓台湾嘛？那么除此之外呢？事实上呢，也报告大家，就是因为他这样不断的这个恫吓台湾的结果，他将自己本身老共会得到反噬。怎么样反噬？没有意外的话，4艘神盾舰应该已经平安入袋了。台湾的部分啊，就因为你试射的关系，请大家国人啊拭目以待。而美军现在回来亮剑了。美军这些武器，包括他的重兵，全部都回到这个太平洋来，让美军知道一件事：他不是制裁美军有8条吗？对，停止跟美军之间的相关的联系。美军当年画了一条看不见的所谓的海峡中线，今天为什么国防部特别出来强调海峡中线的这个重要性啊？海峡中线没有这条线，这条线10公里一条直线哦。可问题是两边互相克制，我不过去，你不过来嘛？你要知道哦，老共今天一再宣布没有海峡中线。没有海峡中线，没有海峡中线。我问各位，之前世界各国，包括台湾、包括美国在内，都还蛮客气的遵守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当你说没有海峡中线的时候，那以后包括美国的军舰，还有各式各样的飞机，同样就没有海峡中线了嘛？所以从现在开始，到底对你老共，你这次的恫吓是不是得不偿失，还是台湾人就被你吓死了？那么美国人就被你，更何况讲难听一点，最难听就是这张照片。你如果真的那么厉害的话，你又干嘛 P 图呢？ P 图还被人抓出来，没有一艘的中共军舰，没有一架的中共飞机飞进我们12海里的领空跟领海里面，你还要用假的 P 图，还被人找出来是假的，你就知道中共就是一只纸老虎。好，国民，刚刚讲了，现在美国居然最让人家意外的是，不是你留两艘航空母舰，也就是你除了雷根号之外，林肯号也要长期在这个西太平洋，除了航空母舰以外。其实对中国最可怕的威胁是这些核子动力潜舰，它现在已经有20几艘，会分布在这个地区吗？我们看到
美国前核子潜艇的艇长，哎，他曾经讲过，他说我就算是俄亥俄级的潜舰，我可以把100多枚的核弹头停放在家里门口，你浑然不知，或者是你完全无可奈何。美国的核潜艇搭配这种核弹头，真的有这么可怕吗？但是中国不是也有潜艇吗？中国的潜艇碰到美国的潜艇，莫可奈何吗？我们这样来看啊，其实这个潜舰的前舰长哦，他主要是强调哈，美国潜艇的叫静音性哦。那一般来说哦，像这个攻击型潜舰哦，它的静音性比较低哦。但是呢，像俄亥俄这种核子飞弹潜舰它的噪音值比较高哈。但是连哈这个所谓俄亥俄级的潜舰舰长，他说我们的潜舰呢都可以静音性哦，静安静到哈。我们的潜舰跑到你的家门口，你浑然不知啊！哦，那其实美国他们相关的科学有做过研究啊，就是说，他们说了，就是说中国潜舰哦，在水底下这噪音呢多大，你知道吗？就好像海底呢开的一台大货车一样，所以海底开大货车。所以其实，在很远的地方呢，其实美国潜舰哦都已经知道了，甚至连这种所谓飞弹潜舰哦，他们都能听得到，何况哦是所谓的攻击性潜舰。那核子飞弹潜舰的效能是这样。不要说哈，这个核子攻击潜舰是怎么样？就核子攻击潜舰哦，我们刚才讲过，从洛杉矶哈到改洛杉矶到哥伦比亚到维吉尼亚级等等，它的静音性呢慢慢的在降低哈，但是呢，它能携带的武器啊却越来越多。对，换句话说，它可能是混搭，比如说巡弋飞弹，或者说垂直发射的飞弹呐，或是说鱼雷等等哦啊，大部分来讲，一般来讲一艘大概50枚哦，50具哈，看你要混搭哈。那一般来说哦，这个攻击潜舰大概呢，它可以携带哦，到12枚到16枚的巡弋飞弹。对，那等于说我真的2艘3艘在你家门口，那就有数50枚左右的巡弋飞弹就对着你，而且你浑然不知我的位置。对，当然这个浑然不知，这个是一定是必然，因为潜舰它有它先天的优势。我们看之前讲过说，潜舰呢它是在水下活动哈，那水面舰呢它是在水面活动哈。那我们以魔术方块来讲，就水面舰呢只能活动在哦这九个区块，但是呢潜舰呢可以活动在27个区块，所以水面舰呢对潜舰呢对水面舰它有它的优势。那如果说把这个潜舰呢，你藏的比如说我们5艘好了，5艘呢，你每枚搭载12枚巡弋飞弹，这60枚巡弋飞弹一次呢，攻击到中国的一些机场港口，请问哦，你中国大陆这个福建沿岸的我们叫东部战区，你要怎么防呢？基本上是防不胜防啊，因为你如果说哦要叫士兵哦随时戒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既然在哦防不胜防的状况下呢，或许在战事的时候呢，美国会帮我们一辈子。而且他现在把这个核子潜舰的田园基地放在关岛，而你刚刚简单的计算一下，如果放到关岛，就算真的发生事情后，它不到2天就到了。对，这个是用核子潜舰、攻击潜舰的级数来看，其实核子潜舰要跑30节没问题。那30节我们简单换算一下，大概1小时跑50公里哦。那关岛哈，距离福建沿海大概2000公里，那2000公里的话，只要一声令下其实大概44个小时就到了。那为什么核子潜舰跑30节不用怕追呢？因为其实鱼雷打不到哈，除非那种鱼雷打不到，对，打不到，就是说目前呢，中国的各型鱼雷打不到，所以其实核子潜舰它可以安心跑哈。当然，这个会降低它的声纳效能，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部署在关岛的潜舰5艘哈，它只要接获令下，大概呢不到2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哈第一岛链的附近。这现在台海的其实当然引起了全世界一个关注，而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我看了，把我吓死。他说他现在的演习不是乱演习，他现在的演习是他去演练，他真的拿下台湾，而拿下台湾有四个剧本，大家看哦，有1、2、3、4。第一个剧本是，我就把船舰把台湾包围起来。我台湾包围起来，我们不是讲吗？我们的天然气的存量只有7天，最多11天，我把你包围，你没有天然气你就挂了。第二个就是，我就直接把你的金门马祖给拿下来，夺下外岛，影响到你的民心士气，你也垮掉。要不然就是，就像这次，我给你大量丢飞弹，你也无法忍受。第四个更可怕的是，我建立了空中跟海上走廊，我就直接长驱直入，拿下台湾。但正好，你说这四个剧本有一个天大的缺点，他没有想到日本。对，因为这个剧本呢，除了第二个以外，全部都会惹火日本啊。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呢，第二个当然就是所谓克里米亚模式嘛，我把你基本马祖拿下来，然后呢，反正克里米亚也是要
俄罗斯先把克里米亚拿下来，过个七八年之后看要干嘛再说，对不对？这是第二套剧本。可问题是，你看第一套剧本其实就是这次军演的剧本哦，包围，对，把台湾整个包围起来。可把台湾包围起来的话，难道不会影响到日本的生命线吗？日本天然气、日本经济、日本石油、日本商船、哦、日本所有旅游也都要走这条航线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包围模式，一对日本来说一定是不能接受。那包围第三套跟第四套其实就是万弹齐发跟万船齐发，对不对？可问题是哦，看到这个模式的时候呢，日本海上自卫队退休将军呢，他叫香田洋二，想说第三套跟第四套剧本绝对先打日本。为什么先打日本？因为你要看哦，第三套剧本跟第四套剧本，他一直就说，反正我先把台湾打个稀巴烂，打个稀巴烂之后呢，我在渡海，我在渡海的时候呢，我还祈祷没有人来救台湾，然后我就成功把台湾拿下来。可问题是哦，对于美国跟日本来说，你如果把台湾打得稀巴烂，说我美日一定要来救，一定要来救的前提之下，对于中国来说，那我在把台湾打得稀巴烂之后，我要先把日本九州的基地全部打成稀巴烂，我才可以去打台湾嘛。对，所以呢，这个主讲呢，不然九州的这些基地一定会过来。对，所以像你过来了以后，你的所有的生命线、你的补给线，或者是你的进攻路线会被切断掉。对，因为香田洋二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个时候在硫磺岛之役的时候，美国之所以敢打硫磺岛，是确保日本东边关东所有海军跟空军都已经没有战力了，我再去打日本东南边的硫磺岛。对，现在台湾是日本的西南边，对不对？一样，中国要打台湾的时候，你要确保日本这个西南边完全没有战力，你才敢去打台湾。为什么？因为其实有人算过啊，中国如果打台湾的话，如果登陆，每一天光油跟燃料就需要50万吨，所以光这50万吨，你每天多少船只要来往？你多少船只这种来往的过程中，我日本或美国只要切断你的生命线，一样嘛。现在俄罗斯如何在乌克兰陷入死战跟泥淖，没有后勤补给，未来中国也会在台湾遇到这样的状况嘛？所以他们非得要把整个日本还有美国在日本跟韩国基地打掉，才有可能敢打嘛？可问题是哦，在这样前提之下，那不就正好落实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否则为什么这次日本的这次中国军演特别划出了一个范围，然后这个范围刚好介于台湾跟日本的经济特区，然后又刚好飞弹去打到日本，所以某种程度也在演习，如果往日本这边打要怎么做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日本是非常非常担心，如果今天中国要打台湾的话，那我日本怎么做，对不对？所以八月六号日本智库特别做一个兵推啊，他做了兵推，把全日本所有的参议员还有自卫队官员全部找来，模拟三件事。第一个，入侵台湾同时，中国也去入侵尖阁诸岛，你要怎么办？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没有办法把所有日本的这个基地全部打掉，截断掉，那我是不是要把日本的自卫队，我既然打不掉，我就去把你引导到另外一个目标，所以我同步入侵尖阁诸岛的话，那你日本就这边守住了，对，你就没有空来驰援台湾嘛。可问题是对日本来说，那也是给衰啊，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以他模拟哦，中国同时入侵台湾跟尖阁诸岛时候，自卫队要做什么事？第二件事情，撤日侨跟如何接受台湾难民。你要想想看，日本在八月六号在东京已经模拟到打仗之后要怎么接收台湾的难民，还有在台湾的日本人，还有最后一个，连中国的核威胁都已经模拟到了。所以你可以想象，日本在这次战争中有多紧张。可问题是，我们现在看日本，日本我们讲太多次，他在整个西南诸岛武力防御，对不对？我已经讲到不要再讲。可是日本哦，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在最近可能要达成。第一件事情是，日本自卫队的124的火炮跟驱逐舰正式与 F-35 连线。什么时候连线？在环太平洋军演连线，有没有？所以他可以接受 F-35 指挥。对，而且这个 F-35 指挥呢，是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中国，不来自美国 F-35， 还有日本自己有 F-35， 这是一个大的里程碑。另外一个，日本的统合司令部即将要在最近有可能会上线。什么叫统合司令部？就说日本现在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是有各个自卫队的这司令来去处理的，没有一个类似于台湾或是类似各国的三军总司令这样的概念。可是日本呢，未来要快速调兵呢，把统合司令部成立一个三军总司令。所以现在日本其实在军事改革上有一个大型的里程碑。再配上他的石垣岛的飞弹基地、宫古岛的飞弹基地、奄美大岛飞弹基地，他有水陆机动团在长崎等等的，其实日本确实非常担心这场战争影响到日本。所以董事长常讲，世界是一盘棋，本来以为说，今天是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搞了半天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了半天是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现在美国更妙了，又搞的是中国跟印度的关系。这个是啊。这个是世界是一盘棋啦，我们等一下看有一个修昔底德陷阱，那个 Gray Harrison 啊，他讲的他这两天讲法，他认为中美恐难免一战，非打不可。哎、啊、呀，讲的那么悲观呢，
他这个历史的悲观走到今天为止，他从这一次习近平的动作，他认为说糟糕糟糕，这个民族主义者最后的选项，对，他非打仗不可，他因为他已经他独裁，他没有任何的顾忌嘛，你知道吧？所以说中美之间的这个国强必霸，因为美国人不可能容许一个崛起的中国超过美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所以美国一定也会出手去打击中国。就各种方式打击中国。对，就像新加坡前外交部长讲的，美国希望现在打，因为现在不打，明年更难打，明年不打，十年后更难打。所以中美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所以这样，那中美的联军的盟友在亚洲有哪些人？那当然就是说，印度是一个重要的盟友，啊，日本是重要的盟友，包括利益在人。所以这个美国这个学者讲的很简单，讲三项的现实啊。他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这个他们本身的这个他本身自己本身对台独这个问题啊，他无法忍受，对民族主义他非打不可，你知道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本身这个东西必须要强大嘛，啊，强大的情况之下也是非打不可，对。所以我讲的意思说，他就讲举个几个理由哈，这然后目前来讲的话，中国认为他们有优势，他认为跟你美国人打还打得过美国人，有这个可能性，好，所以他整个综合目前最近的情况，是这个仗是跑不掉的一个仗。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日本的部分的话，日本刚刚正好已经讲了嘛，日本现在在经过这一次之后做了兵推，对，做了兵推发现，在包括呢，他要遣送他的日本的难民回去，日本人在台湾总共110,000人，日侨十一万，他要把10,000人先送回去，所以他们也在跟菲律宾一样，也在拟定所谓的后送计划。我们台湾人这个看起来无所谓啊，对不对？这个五照跑马照跳，哎，对，每天这个生歌，这个生歌楚楚无所谓。但是其实日本人非常紧张，菲律宾人也很紧张，只有台湾人不得惊。然后第三个来讲的话，你谈到作战方式，刚刚讲的那个英国人讲那个其实不对的啦，因为如果说是闪电战的话，对，他不可能拿金门马祖哦。因为他只要有这个作战方式，不是在2-3天之内拿下台湾本岛的话，那国际驰援就进来了嘛。他怎么可能去拿一个金门马祖让大家来？我的妈，哎，马祖我拿到了，你来打我，不可能的。所以他第一期的时候，就是所以日本人算得很清楚，就是打日本跟台湾，这两个一定要攻的嘛。他一定是打这样，因为他打日本的原因是日本刚才讲那么多基地吧。因为只有日本的基地的部队能够驰援台湾，那大陆的基地打台湾的基地，它不管是飞机场，不管是地面基地，不管是导弹基地，都是濒临台湾很近的地方，对，所以他们很轻松就能够进攻台湾，而且速度会很快。但是我们从这次乌克兰事件看得出来，只要你部队开始集结、开始动作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情报会早就知道，所以时间其实不是那么关键的因素，因为部队的集结。可是美国人要出兵的话，有行政程序，有国会同意权啊，所以这整个日本也有国会同意权，所以这个会有一些时间上的耽误。所以中共确实，如果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在成本很低的情况之下，他当然要打嘛。可是这个打的情况之下，就会掀起一个非常大的，不是跟台湾打。是中美战争，这才是他面对的现实的问题。中国在台湾的四周画了6个禁航区，6个禁航区之外，你还试射了11枚飞弹。照一下，哎，现在应该是两岸兵戎相见，现在应该是两岸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甚至有那个一触即发的态势。可是有发现，台湾从上到下，哎，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动静，我们非常的低调，我们的政府就发了一些不痛不痒、不轻不重的一些谴责，但美国对于中国、日本对于中国这个谴责的声量、这个谴责的力度，却是一直的往上升，是一直在加强。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居然讲，白宫哦，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干嘛？谴责中国对台湾的军演啊？不对啊，你对台湾的军演跟美国又没事，干嘛？现在白宫的态度比台湾还要来得强硬，而且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在盖小灯小气，一下取消了11项。中美之间的彼此8项的中美之间的一个合作，包括军战区领导的合作，包括国防部的合作，包括军事安全的合作，非法移民的合作，刑事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禁毒的合作，还有连气候变迁也都不再谈了。所以是说，大本以为说，是哎，
你在打飞弹，你是针对台湾打飞弹，结果你两岸应该是等于说兵戎相见，非常的强悍。对，结果哎，日本大力谴责，对，美国大力谴责，没错。而且现在中美之间、中日之间的恶意螺旋越来越强了。而且台湾被划了这个七个区域在进行一个军演，照理说呢，两岸关系应该会恶化，但是我们台湾政府呢，其实我们谴责力道都非常非常小。我们还这个蔡英文总统还说，这个坚韧台湾，感谢有你，讲这样子的话，其实还蛮 peace 的。但是没想到，就是那个不轻不重，不痛不痒。但没想到周边呢，包括说中日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哦、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之间的有一点点现在恶意螺旋开始快速的这个往上升。你说反而是中美之间回不了头了？对，为什么这样说？你看，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国的外交部连出两拳，第一个开始制裁佩洛西，紧接下来有八项这个措施，包括说这个中美之间的军区的合作解除了很多工作计划，全部都停止。就没想到没多久的时候，科比马上就说：“哎、欸。”我们呢？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美国，我们白宫已经召见了相关的中国驻美大使，我们来谴责一顿，谴责你对台军演这件事情。哎，中美关系突然之间变得相当相当的紧张，然后你又看到说，美国的这个包括说他的所有的侦察机、军舰都成兵到这个地方，中国他也跟你说，我现在也准备要进行一个实兵的这个操演。哎，看起来的话两边其实你要说他是针对台湾，搞不好他是针对美国而来啊，因为我们从过去。美国跟苏联，美国跟中国，你要去降低冲突，一个非常关键就是我要对话，对，我要用对话代替冲突。我为什么要有对话机制？就是我们不要造成彼此的误判。我觉得今天会让所有了解国际政治或是了解中美政治的人是觉得恐怖是，是、哎、现在是中国片面已经中断，我不要跟你对话，对，我也没有跟你沟通机制。如果没有对话，没有沟通机制，哎，你现在双方在这边已经兵戎相见了，对，航空母舰来了，所有的侦察机就来了，如果有任何擦枪走火，你怎么去判断对方的真正意图呢？对，好，不只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也是一样。那昨天的时候，我们台湾其实谴责声量非常小的，那日本呢，连三个长官出来谴责你。第一个是日本的官方长官，就说：“哎、欸，你危害到我们渔民了，非常可恶。”另外第二个是什么？日本的防卫大臣在岸信夫也出来批评你。今天早上，这个连他们岸田文雄都出来批评，三个这样批评你。那昨天的时候，中国不是干了一件事吗？什么事？我们不跟你的外相见面。双方中日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的对话，中美之间呢，他也不见这个布林肯。所以中美的外交体系也没有任何对话，而且你讲说这个外交的变化是瞬息万变，我听讲谁知道说本来王毅是要去吃饭的，王毅是要见面的，对，是你准备要进到了饭厅之后被召回去了。对，在那个东协的会议里面来说，因为那个时候你看他这样进去没多久，打声招呼之后他就转身离开了，你知道？大家觉得很奇怪，他怎么是不是突然之间有什么样的急事让他马上就离开？大家讲说到底是他本来要去吃饭的，对，所以在这中间来说，一定发生了相当重要事，出现了一些相当重大的转折。所以说，昨天中国射了十一枚飞弹，对，射了十一枚飞弹之后，他突然戛然而止，戛然而止了以后，就被日本、被台湾、被美国公布你现在飞弹的数量，公布了数量了以后，美国跟日本谴责以后，对，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正在发生。对，你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他们发射了十一枚飞弹之后呢，这个我们台湾跟美国都公布了相关的状况之后，晚上这个晚宴，王毅就提前的离开之后，到底是外交还是什么有什么重大决策在改变之中？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因为现在为止来说，美国的态度真的越来越强硬。而且我觉得美国，你看美国所有人都讲出来了，你看这个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包括说像这个美国科比说的，第五角大厦已经下令雷根号打击群留在该地区控制相关的这个局势。另外今天早上的时候呢，美国跟日本的，尤其是岸田文雄说，为了维持台海的和平还有安定的话，持续维持美日的紧密的合作。另外一个，我觉得美国抛出了两个东西，第一个，美国驻韩美军司令就说，一旦台湾和南海周边有事的时候，驻韩美军可以随时出动。另外一个，阿基里诺印太司令他居然在这个澳洲还，而且还故意站在 B2 前面这个接受访问，站在 B2 前面，他也说必要的时候、欸、以前美国不是讲 B2 是一个他绝大的机密，对，非不爱不得已，他不会让 B2 随意亮相，对，结果我故意在 B2 前面接受访问，而且他现在在澳洲，所以告诉你说，哎、欸，他澳洲 B2 是不是也在看着前线战事的这个发展？那你更不用讲，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来的时候，今天美国又派出 RC-135S、RC-135V、P8A、U-2S 还有 E-3G 等等这些飞机全部过来的时候，你觉得对中国造成多大的压力？中国显然他们也认为说，哎、欸，我原本似乎是想要鸣金收兵的，但是如果你这样搞的时候，我没有做一个相对应的回应的时候，那我不是被你看小了吗？所以说，现在亚太这边的局势非常的紧张，不是只是两岸之间的紧张，是中美之间
是这个所谓的中日之间。对，而且刚刚讲到，现在大家也在较量。现在中国你的飞弹是不是真的被看得清清楚楚了？是没错，而且这也展现的是台湾跟美国我们的军事情报已经是完全及时了。没错，实际上根据中国目前发射，他们是说，哎，有击的三个地方这样一个状况。他们中国是说打了16枚，但是目前为止来说，台湾还有美国都认为说是11枚，日本认为是9枚，这是日本的这个弹道的这个状况。好，那到底是9枚还是11枚呢？我认为说我们台湾跟美国的情报应该是比较准的，因为第一个为什么这样？美国也证实了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第一个，我们台湾有铺路爪雷达在这个地方，然后日本来说的话，应该是用他们的 X 波段雷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美国有更多的这个装，更多的雷达系统在侦测，包括说昨天的时候 RC-135 也来了，包括说日本、美国在这个韩国的话，还有所谓萨德系统，所以等于是双方比对这样。宝杰刚才不是说吗？为什么日本只有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地方？因为日本的 X 波段雷达跟台湾的方向，我们看的是一致的时候呢，如果从侧面来看的话，会更加清楚。萨德就是扮演一个这样侧面的这个角度，所以就是说，有美国这样子整体给我美国一定分享我们相关的情报，我们才会知道说是11颗的这个情形。好，那刚刚讲到现在。他不但是把昨天的 P8A RC-135 来了，对，现在连 RC-135V 都来了，是，就代表说今天美国是真的决定，你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对，美国第一个，我有航空母舰在这边镇压；第二个，我有侦察机要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对，没错，科比已经说了，这个雷根号来说，哎，你看第七舰队马上就秀出说，雷根号它果然在进行，包括说这个相关的起降的演练，还有包括咆哮者 ES8G 都有在这个地方准备 stand by。哎，咆哮者出去的话，完全干扰你的所有的电站的相关的这个状况。那你更不用讲，你看美国今天包括 RC-135S、RC-135V、P8A、包括 U2 的 S， 还有 E3G， 全部你看这么多秘密嘛，宝杰，你看。这么多秘密，你什么时候看过这么？你什么时候看过这么密密麻麻的美国的侦察机在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地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这么多飞机？对，这么多飞机全部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美国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了。所以当然会对中国形成相当大的压力。那你更不用讲，你看阿基里诺8月3号的时候就说，哎，他抵达这个澳洲的这个安伯利的这个空军基地，然后你看他还意有所指的把。这个 U2 的轰炸机，B2 的轰炸机都完全把你展示。现在有4架，我们叫四大幽灵，纽约、俄亥俄、阿拉斯加还有亚利桑那，全部在这个地方。哎，宝姐，这个是一个灭国神器，在这个地方，他还故意公布这个东照片给你看。对，这个就告诉你什么？哎，如果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了。你看前方的三大航空母舰在这个地方，还有前方空军基地的这个飞机，甚至连 B2 轰炸机都在这个地方。你不觉得他这个是针对中国的？我们看过去美国所有的响应，在这一次全部亮相给你看。而且这个画面更恐怖，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有2架 B2， 可是旁边什么 F35？ 是你的 B2 已经恐怖了，那你的 B2 旁边伴飞的是谁？伴飞的 F35。对，你等于是。你空中现在最强的所谓的战轰机，跟空中最强的轰炸机结合在一起，对，两个飞机这样飞一起飞的时候，宝杰，你知道这个真的是给全世界，不论是给全世界或是给中国相当大的震撼力道。所以这F35跟 B2 结合，所以美军现在告诉你说，我们是来真的一个状况，而且现在也传出了一个内部的消息，是原来裴洛西来的时候，对。Starlink 也发挥作用了，宝姐，很多人在问说，哎，甚至连中国内部人士都问说，哎，那我们为什么不在裴洛西的时候来的时候给他试射飞弹，或者说去伴飞？但是现在中国内部在流传一个说法，是说我们中国没有办法。哦，为什么中国没有办法？他说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目前为止在亚洲地区，或者说引导飞弹武器的话，都是用北斗卫星。对，他们就说了，事实上在裴洛西来到台湾，从马来西亚起飞一直到台湾这个过程里面来说，甚至他离开之后，中国的北斗卫星完全都被屏蔽了。被谁屏蔽了呢？中国就说是指是伊隆马斯克的星链系统屏蔽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北斗卫星，导致中国北斗卫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用，所以飞弹也不能够瞄，飞机上去的时候它也不能够精准的定位相关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你北斗卫星可以随时屏蔽，那以后怎么打飞弹？所以中国就说，哎，这是我们中国第二次失利，说个北斗卫星输给这个星链。那当然了，这个说法到底目前为止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说法当然有待商榷。不过告诉你什么，美国这次是真的卯足了全力，他可能用所有的方法，他即使没有干扰
没有干扰这个北斗卫星来说的话，我觉得它也干扰了部分的中国的所有通讯。我们记不记得，我们昨天曾经秀出一张图，裴洛西来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台湾上空出现 B-52 轰炸机，还有出现 F-16C， 对，这就是中美国已经在这个时候对你进行了这个地区所有的电站的这个电站干扰，所有的干扰都出现了，那当然让你没办法靠近裴洛西一步。所以我就讲嘛，这次整个中国这次透过他的军演之后，从第一从裴洛西安全的降落台湾，安全的离开，到昨天第一天的军演，再战。虽然中国内部说，哎、欸，我们第一次试射过台湾上空是很骄傲一件事，可是在中国以外的所有的国家都认为说，这一次的军第一天里面来说，老美美日的确是赢了这一步。好，董事长，今天看到的央视在今天这个下午5:43就公布了一个说，哎、欸，我要采取以下反制措施。刚刚讲到，我现在在中美的战区领导通话没有了。国防部的工作会晤没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没了，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没了，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没了，中美打击跨国犯罪没了，中美禁毒合作没有了，中美气候变化商谈没有了。当然气候商谈这个是拜登最想要的，我现在没了。可你说第一个最耐人寻味，因为通常放在第一个是最重要，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中美军区的领导通话没了。我请问你一下，什么叫做现在的中美战区啊？两军战区领导通话，战区现在哪里？在东部战区。不是，就是在战区，不是、啊、美国战区在哪里啊？美国雷根号就是在战区啊，不是战区吗？那在他那边不是东部战区司令在打吗？对。所以他现在把两军战区的这个通话停止了、啊。为什么今天停止、啊？为什么？我请问你一个道理，在射飞弹啊，他雷根号在监控啊，在这两天这个战云密布的同时啊，那是不是战区领导现在有在保持通话中？对，一定是嘛。他可以维持沟通啊，免得哎大家避免误判，避免擦枪走火，所以这个管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中美之间的管道差不多99条到100条。还有各种不同的交叉管道，就怕避免两国发生误解。对，所以擦枪走火，他们一直很担心的事情。然后在今天这个正在战云密布，然后你取消了这个演习，对，突然间又延长演习，对，然后马上取消了这个战区领导通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原来战区领导两个讲好取消了嘛？哦，是这样吗？那不然战区领导通话通什么东西啊？可是战区领导敢在没有习近平军委会同意之下取消演习吗？他们一定是有个讲法嘛，一定是两个战区领导在通话嘛，通话决定了一件事情嘛。对，那决定这个事情当然是报中军委会嘛。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一个目的嘛，等于目标达成，他就能取消嘛。他两边讲好了啊，双方演一演就算了。你看我们蔡英文总统那么老神在在，是很淡定的样子，就谴责完了，什么话也没讲，晚上7-8点发个新闻稿就回去睡觉，回去吃饭睡觉，回家睡觉了。那这么轻松的事情，然后我们股票现在大涨，对，就是没事嘛。可是今天情况变化了，我跟你讲啊，他把两个正在对话战区中正在对话的领导的对话停止，他的第一个这个话很狠啊，那、啊、这个是谁干的？当习近平干的，最高当局嘛。可是你一停止对话之后，接下来会发什么事情就不知道了。我不告诉你了嘛，下面的事情我不跟你讲了嘛。战区领导对话层级不够了，你要到中央层级了嘛。你要往上面升高嘛。你可能到总统跟总统或拜登跟习近平，不知道他们是往到最高领导的层级或军事领导层级向上升嘛。对。而战区领导不能决定了。所以是拔军权。对，当然是啊，他不是两边都拔掉了，同时就是告诉你说，我跟你无线电静默，不跟你通话，这第一个动作嘛。然后第二个动作，你看到没有？他说他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停止。对。哎，这个很麻烦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停止，我刚刚才在前面讲说，我判断一个两三个礼拜内，老美一定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他跟你不跟你磋商了、啊。而且今天下午他才说，我现在刚刚讲我飞弹试射没有了，可是我的联合演训要有。什么叫联合演训？你的军舰会过来啊？对，他就开始了，所以他说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停止，就不跟你谈了，就是两个都两项都容易会误解的事情，通通停止。大家最后一项，习近那个拜登最关心的，你注意看前面两个字叫什么？你看暂停，暂停，对吧？前面叫取消，这个给拜登留一个余地，暂停，因为他11月份还想跟拜登见面。哦，那这个事情谁干的呢？
很简单嘛，最高当局习近平干的，当然是最高当局干的嘛。最高当局为什么要把这个火上加油，温度再加500度，什么道理嘛？就是原来的效果不好嘛，还没有到他要的目标嘛。他现在再烧500度，继续烧柴火，哎，继续加柴火嘛。他烧谁呢？对，他当然不是烧华府嘛，他不是烧老美嘛，那烧谁？他当然内部矛盾，外部冲突嘛，有内部问题，外部化。对，他现在这时候在搞的，哎，你现在给我停了，我明天回头就去跟这些中共的老干部江泽民，对，然后跟他们解释我跟中美怎么冲突，我疯了，我在打仗，没时间跟你讲，你给我饮茶，给我喝酒，去按摩，少跟我啰嗦，我要打仗了。对，那搞这一套嘛，啊，对不对？我现在是兵凶在危，我现在是紧急状态。对，还有什么北戴河、南戴河，少来这一套，老子没空跟你扯。对不对？就是搞这个东西嘛。那我不懂的是，那你现在习近平想要拉高冲突，那为什么美国现在也拉高冲突？美国今天哎，还把驻华大使召见来谴责哎。这个态势就是说，为什么？所以说战区领导的战略观念跟他们的中央的看法会有落差嘛？所以为什么要取消战区领导对话嘛？因为要恢复到战高层战略对话嘛？因为已经不是战区领导可以处理，他这个学问很大嘛。你看他取消第一项是有意义的事情，然后美国当然是不一样啊。美国我刚刚在第一段里面讲得很清楚嘛，美国已经发现一个，你看旁边那个图嘛，对，旁边那个图它的整个演习区域是不是已经侵犯到我们的领海基线了？是，两个领海基线，一东一南都被影响，北部跟南部各一个嘛，对不对？都被影响。那这个东西这样搞下来，未来怎么办啊？未来怎么搞吧？那美国的工作是什么？美国信誓旦旦就要维持两岸，叫什么东西？维持现状。两边一直讲维持现状，维持status quo。所以你现在是破坏现状，就破坏现状了嘛？而且他根本认为说你恶意破坏现状，你故意用佩洛西来破坏现状。佩洛西是借口，你破坏现状是目的嘛？啊，那这个你他美国人就是把你定性成这个样子了，那我跟你谈什么？我把你就只有一个方法，逼你吞回去嘛，逼老共退回这种事情，美国会逼老共退回，不然怎么解决？你告诉我，他三天两头跟你搞这个，我们现在全台湾都讲啊，我们被包围啦，我们现在飞机现在有50个航班停了。那我就这样讲，现在没有海峡中线了，他会像切香肠一样攻击台湾，然后再讲他现在已经弄到你的领海基线了，他会一步一步来，台湾永无宁日了。对啊，那你现在很简单嘛，那世界警察是谁？世界警察就是老美嘛，老美如果不能够让台海维持和平稳定的话，对，他凭什么去跟日本人交代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演训区是影响到谁啊，不是只有台湾的，台湾海峡那个区是哪里啊？老美为什么日本那么紧张干嘛？因为他的能源生命线，日本他的生命线中东整个被破坏掉，我跟你玩这个我还得了？这个利益影响太大，所以马上全世界都在谴责中共嘛。那习近平一看是机会难得啊，我当然给你加油添醋，跟你干嘛？觉得机会难得，当然加油。我现在进入二十大之前，如果有一场战争，哎，我们那时候谈川普，你记不记得？就是要川普想打。如果川普发动战争的话，总统是不是当选了？对。那现在同样同理可证嘛，现在如果北京领导有发动一个这个战争的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冲突，然后有可能引发成热战的这种态势的话，对他进入二十大的这个力道是不是增强很多？所以还有你还讲刚刚前一段讲这个问题，李泽楷讲的一个问题，说他们现在内地的情况非常险峻嘛，他清零政策搞得经济下滑嘛，然后他的失业率现在不断的提高嘛，然后他的供应链全部中断嘛，然后他再跟这个俄罗斯的问题搞到他本身内部的纷争不断嘛，好几个大问题，然后所有的房地产现在开始要整个倒闭嘛，财务的问题，各种的问题都要同时爆发。对，那现在来那么好的一个老美，跟世界第一强，天哪！哎，你不要忘记了，所以我认为的危机，他认为的转机。毛泽东怎么讲？你忘记了没有？不要浪费任何的这个机会。不是，那个不是嘛？那是丘吉尔讲的。毛泽东讲是美帝是纸老虎，你记不记得？美帝是纸老虎，你记不记得那个基辛格还是这个基辛格跑去这个住在这个。钓鱼台的宾馆的时候，他在招待老美基辛格还是谁忘记了？他在床头给他放了一本书，就是毛泽东写的《美帝是纸老虎》。他告诉你，
习近平就告诉你，美帝是纸老虎，你别跟你乱，我跟你拼了、啊，你看到没有？好，所以正好刚讲到，现在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个大的飓风，这个大的飓风，台湾在台风眼的中央，就我们风平浪静，风平浪静之外，哎，美国跟中国、日本跟中国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嗯、而且我觉得，哎。日本现在是玩真的耶！哎，废话，因为飞弹已经射到日本的经济海域嘛，日本当然玩真的嘛。我觉得状况是这样，你今天中国对台湾就对台湾嘛，可是中国绝对没有想要把战场开到日本这边嘛。那开到日本这边就变成说它是多线作战嘛，可是偏偏它射了11颗飞弹，对不对？就4颗打到日本的专属海域，1颗在与那国岛的北北西。我个人认为是打歪，为什么是打歪？因为它这个你看哦，它这个5、6、7、8、9这4颗呢射到日本的专属海域里面，其实它左边是往台湾，是在台湾哦，右边是专属海域。我是中国，我没有必要打日本嘛，我打日本变成是说日本原本没有公布这个照片，对不对？就后来真的打了，不得不日本把它公布嘛，所以变成说日本在这边也加入这个战局嘛。为什么加入这个战局？日本要趁这件事情把事情闹大嘛。日本未来 GDP 要增加到2.5%到3%，日本也要闹大，日本当然闹大嘛。现在日本我昏了，哎、欸，你们在我台湾旁边。中国也要闹大，美国也要闹大，现在你日本也要跟我闹大，日本也要闹大，日本修宪要有正当性啊！日本凭什么修宪正当性？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搞成这个所谓这个宪法，我们要自己要出兵，对不对？那怎么证明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中国打台湾说飞到日本里面，就是叫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嘛？所以这是最好证明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方式。所以我们没有要公布哦。中国一开始也没有公布这个、哦，是日本公布之后，中国才不得不公布的、哦。所以是日本逼着他把这件事闹大嘛，逼着国防部去回应这件事情嘛。台湾有事，真的等于日本有事了。试射飞弹打台湾等于打日本的时候，日本现在很清楚，我所有都要顺势去转型嘛。第一件事情，124的对地对舰飞弹，我们讲过很多次，124的地对舰飞弹，他们要从200公里到900公里到1500公里，对不对？打这么远，1500，等于日本可以打北京嘛，对不对？就那么简单。可问题是，原本是2026年哦，他才这个完成配备。我就跟你讲，现在新的媒体说什么？他要把这个所谓的还在试作品阶段就先配备，什么叫？就是先把样品先配备。他要在2023年的时候，就等于是明年哦，我们这个年底完了，开始2023年新的年度。我就配备地对舰124地对舰的试作型，就是样品飞弹。那样品可能没办法到900公里啊，可能600公里，可能700公里，没关系，先配了再说。为什么先配再说？简单讲，日本评估现在亚太局势太危险了，等不到2026年嘛。所以我这么急，对，你还没有等于达到我100%的标准，就先上了。而且他们还日本防卫省还说，就算一开始只有60分到70分线，没关系。也可以透过部队的实际应用来改善，就是什么边做边改，边做边改，边改边做，反正对他们来说，2026年绝对来不及，亚太局势太紧张了，飞弹打到我专属海域了，我要打回去，要到2023年就配备。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124火箭弹有多好，在这个哦，哎，环太平洋军演，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军演去把这个战舰打沉，对不对？哎，现在竟然发现日本自卫队的124也在这里面呢。换句话说，这只要一旦标配上去，日本自卫队124是跟美国资料链去做连接的，这个不是只有美军可以去做 A 射 B 导，而且刚刚讲到，我现在透过空中，我现在透过水面，我透过水下，我开始狂轰滥击，而最后最致命的那一击是12式打的，而且呢，美军释出这个影片的时候还用日文写，做得好，就是我有等的是美英文嘛，他还用日文来写。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日本这么急的去配备这个124，就算是600公里也好，700公里也好，原因是已经完成数据链的验证嘛。只要完成数据链的验证，只要中国来这个公共海峡，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的这个美国的雷达都可以帮他导航嘛。另外一个更离谱，哎，你今天中国打台湾的试射就试射，为什么派无人机来台湾东部？你派无人机来台湾东部就算，你绕公共海峡是什么道理？今天一早。日本又公布这样子吗？日本又公布了，因为这两个就是那个中国试射飞弹的地方嘛。结果在这个公布的过程中呢，中国呢派无人机绕公共海峡到台湾东边，到台湾东边呢不是侦察哦，
这个所谓的中国派的这个无人机跟美国 MQ9 很类似，具有对地对舰的攻击能力。那对日本来说，那你就飞过我宫古海峡，不是随时打我宫古岛吗？随时打我奄美大岛吗？随时打我与那国岛吗？所以日本也公布这些东西是要干嘛？未来我们西南诸岛防空设备要更好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借由这次军演了，美国要把事情闹大，中国要把事情闹大，日本也想闹大，只有台湾希望事情不要这么大。好，但是瑞德。现在表面上看，台湾风平浪静，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可是，在实际上面是暗潮汹涌，因为刚刚讲我们的所有的飞弹都已经就定位了，我们的乐山雷达、我们的天宫飞弹、我们的熊山飞弹，已经彼此串联了。对，没错，今天统计至少有超过68架的中共军机啊，那么骚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啊，已经超过去年10月5号的56架。那么除此之外呢，有13艘的中共军舰呢，故意压过我们的海峡中线。那么其中有被这个国际货轮呢拍到一张照片，是我国成功起义的巡防舰呢，那么尾随在动52C 的这个军舰后面啊，也就是说，台湾的相关的三军啊，并不是因为中共军舰我们就龟缩不前，没有那回事，只是我们等。我们的成功级的战舰居然跟解放军的长春号对峙，我们事实上呢只是没有公布而已，我们不挑衅，但是我们绝对不害怕。那除此之外呢，宝杰你知道吗？刚刚最新的消息啊，那么中共因为连续昨天的飞弹呢，瑞德帮我们解读一下，这是我们的成功号吗？这是他的长春舰吗？事实上靠这么近吗？事实上包括我们的成功号，包括这个等于说各式各样的军舰啊，从北的那个基德舰一直到南部的这个拉法叶舰，这几天大概绝大部分都出港去了，那么包括锦江舰也都出港去了，所以大家不要连在澎湖马公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几艘军舰也都出去了，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误以为说好像13艘的中共军舰呢如入无人之境就过了海峡中线，对，那就台湾海峡就变成它的内海了，我们的海军就不见了，没有这回事，我们的海军都派出去了，我们的空军也是挂弹也是出去了，那只是我们不挑衅，但是呢并不表示我就怕你啊。那除此之外呢，中共连续2天，尤其是今天你要告诉各位，昨天不是4、5枚的这个飞弹掉到日本的与那国岛附近的这个日本经济这个200海里的这个特区嘛？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共的飞弹掉下去嘛？昨天因为突然间3个小时演训开始以后，中共一个大叫无预警的说，东部战区10几枚飞弹打到他们的目的了，已经都打到相关的目标去了，突然间说解除警报，吓死人了。为什么？那你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结果不是冷嘲热讽，那马上就传出来说是日本抗议嘛？日本抗议你干嘛？那个等于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知道吗？中共没面子啊！从昨天一直到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白天，没有面子。突然间，今天东部战区不是宣布即日起恢复一切的军演，你恢复就算了。你知道吗？加码骂美国，现在连美国的国防部呢，也国防部长跟部长之间高层不来电了，你知道吗？不跟你讲话了，像小孩子一样。紧接着来那个国防会议呢，也不视讯了，也不谈了，这样子嘛。他对日本的冷嘲热讽，今天激起了日本朝野的反弹，你知道吗？日本反弹，对，因为他今天怎么骂日本的，说华春莹先出来讲说，没有所谓的日本的经济这个等于说相关海域的这回事了，因为我们打的是中国台湾，他把台湾划为中国一部分，我们没有跟日本谈这一区属于他的，所以没有这回事。然后呢，把日本给揶揄消遣，包括环球时报也是把日本痛骂了一番。今天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包括自民党在内的日本的朝野达成一个共同协议。我们不是一直在讲12式的反舰飞弹吗？12式的反舰飞弹，它从现在200公里啊，要直接增程到900公里，后来还决定把它增程到2000公里。问题是这需要钱，也需要时间嘛。本来到2026年的时候呢，才要陆续的完成嘛。刚刚日本朝野决定全部提早，你知道吗？就从现在开始不给经费，然后全部提早。立刻布那个那提早了以后，把整个射程全部先增加到900公里了，以后再增加到2000公里，然后提早完成了以后试射完成，立刻部署。他的12式飞弹放在西南诸岛，放在西南诸岛，你要打到的1500到2000次，你根本就是要打到中国本土了。告诉各位，这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日本跟台湾因为这次的火弹和飞弹是中共的飞弹试射事件啊，我们意外成为一个2000俱乐部的共同的荣誉成员，什么意思？下礼拜一父亲节那一天，我们台湾即将在父亲节那天跟隔天要试射射程2000公里，就是号称可以直接打到北京的熊山飞弹，你知道吗？连续试射一个月，
每个礼拜试射好几天，那包括这个哦，熊山飞弹，各位，熊山飞弹你都知道是反舰飞弹嘛，也要增程到400公里，把现在200公里增程到400公里之外，还要把它从岸置，包括船上，现在改成从飞机上直接发射，你知道吗？都在下礼拜开始，下礼拜二的时候，一口气天雷超演出来了，天雷超演在屏东的恒春车城一带，然后直接78辆的这个155榴弹炮，包括 M129， 包括 M110 的自走炮，包括那么六枚的这个六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迫击炮，12栋的迫击炮，全部100多门，全部直接在这个地方进行火炮试射，天雷超演啊！告诉你什么？包括澎湖，包括东引，包括马祖，包括金门，包括东沙岛，包括太平岛，砰砰砰砰砰，我们也火炮试射。不是只有你会火炮试射，台湾也有火炮试射，而我们的雷达连日本只能抓到9枚，我连你11枚全部抓到哦，漏讲。事实上，连那5枚的火箭弹落在乌丘、马祖跟金门跟这个等于说附近的那个离岛啊，我们全部都在乐山雷达的相关的监控之下。所以，体会。我现在还能够睡个好觉吗？现在周边真的这样风起云涌吗？现在中国跟美国，而且刚刚讲的，现在我们的战舰，这是解放军的，就中国的长春号，我们的成功级，这么近。对，我们还是要看两边的领导人呐、啊，拜登跟习近平他们本身来讲，想要什么东西？其实习近平最重要还是第三任任期，二十大过，但是他今天北戴河会议里面有人质疑他，质疑他怎么办？有人反对他。这时候呢，他就把归类什么？你们这些贵美派的，你是贵美派的，现在我要强硬，对美强硬的话，你们是不是要效忠我？对，跟着我走，反正跟着我走就对了。所以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为什么？你看东部战区的这种讯号啊，反反复复的，这就代表说什么？他内部的确是有状况哦。那底下的人真的是不想动了，不想打了，一下收一下打一下，说不定真的就如同董事长讲的，就是战区之间来讲，可能跟印太司令部还有这个东部战区的这些司令来讲，他们彼此是有沟通管道的、哦。记不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川普准备要打的时候，不是美国参谋总长米利跟那个什么李作成，就是解放军的参谋总长之间通电话，然后去跟他讲说，没有没有要打了，那个时候就化解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其实好几个阶层当中是有对话，是有对话，而且那时候是从因为 EP3 事件之后，中美之间就建立起这个热线对话，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不应该出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呢来讲的话不符合习近平的政治利益嘛，因为他现在来讲的话，他一鼓作气的把这个整个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核心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军队是可以掌控得到的。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对那些大佬们的确没有错，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你不要想说是贵美派的，那或者是说像温家宝啊，或者像王岐山啊，或者是说等等这些人，你们的跟华尔街的关系都非常好的，这些不要来跟我讲这事情。现在就是专心的，我们是头号敌人就是美国，所以我们在对付美国。所以我今天只要跟美国的关系紧张，谁敢跟美国交好，谁敢站在我的对立面，谁就是国贼。是，但是又是习近平要控制在什么？斗而不破嘛。斗而不破的概念是什么？怎么关起门来，大家都是什么？不要跟你见面了。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在搞什么。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我的火力多大，或者是什么我的实力多强，或者是我在搞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也很好去处理。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就是全部都不让你知道，所以大家都会投鼠忌器。对，然后大家都想说，你就观察一下到底习近平在搞什么鬼。结果一时间一过，二十大过了，然后他就变成第三任就连任了。他在拖时间，对，在拖时间。为什么？因为其实有点他上了拜登的当，也不是说不上拜登的当，拜登一直要跟他视讯。你看到他前些日子都一直在挡，都不想要跟拜登视讯，因为我更不想让你知道任何东西，我也不想跟你有沟通的东西啊。结果没想到沟通完之后，视讯完之后啊，说要达成什么各个不同协调的这个中美的工作小组，结果到现在为止全部都翻盘。而且你知道他现在来讲的话，到处不是战狼外交，到处在骂外国，然后你到处得罪，比如说那个什么在。这个卢沙野，法国卢沙野也是一样，然后再说什么？以后统一台湾的时候再教育台湾人民。然后你看到在这个王毅到东协那个会场，那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作为，代表说顶头上司哦，有人叫他说不要出席那个会议。所以那些所有责任要谁担？当然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担嘛。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政权的保卫战才是他最重要的。